哪个系的？我是，我是这个国际经济与谢谢狂想曲既然与是老贸子的班易，这对啊，明白没？哎，想戳我的弱点，那是你能戳得到的东西吗？平 A 让他戳，EA 往下走，再 A，他要打我弱点，我就卡他位置。不用害怕，那千珏来的没那么快，没用，我这有点盐的，他没点盐，那肯定是不行。他以为他能打得过我，其实这波他打不过我，知道吧？我们有小兵，而他没有小兵，先吃个饼干。嗯，啥意思啊？你说你连技能都没有了，你拿什么跟我打，兄弟？我们只要不让他打到我们的弱点，他就傻了，你知道吧？恭喜今天血拉钻啊！谢谢老板的飞机，谢谢老板们的飞机，上当了。看见没？英雄联盟是一个需要技能的游戏。一个人儿，他即使比你多1万滴血，他没有技能，他可能也打不过你。这边把这千九给我杀了！啊！哎，我就差点钱，差钱。给个河蟹，兄弟，哇，爱你，真差钱，就差那么一点钱，提亚马特就出来了。你看看，这人头是我的，你看看是不是就有了？双 buff 换个河蟹不亏吧？来一个啊！好人呐！好瞎呀！这波如果我们回家没抽出来提亚马特，会很拖节奏。杀完他以后就没有办法取得很大的优势，知道吧？卡我视角，没有用的。像个假猴，把他杀了！我的炮车！我们上路已经无敌了，这边去二塔截他啊，去截住他。提亚马特推线就是很快，Q 九头蛇一 A 再 A，别急，按一下波浪键 Q 一下，A 一下耗血，A 一 A 打风流走，双 Q 还 Q 上来，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啊！这波吃塔皮，别用技能，用技能费蓝。截住他！人挂机了。其实没杀几回，你知道吗？零杠四，只不过其实已经玩不了了。QR 转起来，往前走来，AQ 再转，哎，不着急，这波不用点盐啊。直接把他抠死就可以了。一 A 吧，九头蛇，吃个小饼干死不了。
这会儿把他杀完以后呢，我们就回家了，也没血了，啊，线儿也没吃着，正好往出推，刚好回家。为什么这把能有这么大优势，你知道吗？就因为是那个蛤子给了我们一个提亚马特，他如果不给我，那这把就没这么大优势，我就只能尝试越塔杀他，所以这都是蝴蝶效应，你知道吧？人没了，你看这波兵线还往出推。就我这个海呀，我感觉我出错了，我也整个水银海，七级打四级，你就没长手吧？七级打四级也都能打，太拼。空接点烟，这人就是已经有点就不想玩了，我感觉。他现在就已经就不怕死了，知道吧？我技能反正我也随便用，我死就死，不死就拉倒，来打野就帮我，不来打野我就死，这样的是不行的。这样哪行呢？就把蓝拿了。W 走，往上走，转起来，闪现走，跳弹 A， 拜拜。卡萨丁居然来了，这个卡萨丁，别在这回城啊，回家。看见没？追我来了，想杀我，差点意思。让剑姬吃了波经验，不过让卡萨丁亏了波经验，还行吧，还行吧，还可以接受。那边的卡萨丁其实挺肥的，尽量别让这卡萨丁能起来，知道吧？我们的人头别给他，给他他就起飞了。我们这人头一定不能给卡萨丁，别人都可以给，就不能给他，就不给。赶紧拆了，拆完以后我就中路找找他去，给他点压力。这个英雄一定别让他拿人头啊，千万别让他拿，很有可能拿两个人头就起飞了。现在没大，不着急，他指定过来了。挡一会儿大招，然后让再让他来，我们就进进出出，进进出出，你知道吧？一会儿进去，一会儿出来。这不右边有人，先挡一会儿啊，挡一会儿技能，就这样。这什么意思？提子弹，漂亮！哎 ，nice。有助攻呗，差一点。抽一下 ，A， 抽一九头蛇，上中也全崩了。你说你来干嘛呢？你这不来吧？本来就崩个上路，其实挺好。一来吧，上中野全崩了。来吧，随便来。
狗头人别怕，我马上过来帮你啊。这卡萨丁肯定想杀这狗头人，我们这波直接先杀卡萨丁，漂亮，杀人吃塔皮，爬得来的时间点很关键呢。上高地了，拿下吧，快点拿下，老板，快点拿下。换一下得了，狗头人想拿红肯定是不给他拿，狗头人这种英雄拿红其实是没什么用的。无影棍儿，上来就开大呀！别急啊，这波先杀卡萨丁，一定先把卡萨丁给他杀了。这波没办法，死就死吧，给千绝了也行吧，别给卡萨丁，哎，就杀卡萨丁，狂了一波，但也很正常，人嘛，这是。拿了人头就容易狂妄一波，只要别给卡萨丁人头我们是可以接受的。什么钉？这种虚空的玩意儿不都叫鸡巴脸？呀，大一灭亲了。本来卡萨丁2-0出门啊，现在变成狗头人2-2了，就因为上路那一波。A 打不了 A 出九头蛇，九级了。哎呀，可以在这晃一晃啊，想让狗头人给我们扛一走，让狗头人上头一下，我们不上头啊，狗头人可以上头。好，狗头人只要上了，卡萨丁指定上，卡萨丁一上，卡萨丁就死，卡萨丁一死，他们全得要死。哎呦，我一秒四破，给我吓一跳，这一套打不死。区区还是不是那么很够，也跑了。走吧，拆没了，拆吧兄弟们。拿下。
MVP 应该不能没吧？这卡莎呀，硬点的基地呀，就硬拆呀。可以拆的好。我想学无影棍，无影棍啊，一棍两棍三棍四棍五棍无影棍儿，我把它拆了吧，管吗？管就死吧。不是我打的啊，跟我没关系。